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爱摩，欢迎来到本期的萌仔讲电影。今天要给大家推荐《时间旅行者的妻子》，想看全片的小伙伴关注后给小编发私信《时间旅行者的妻子》就可以收到观看地址啦。故事开头，小男孩和妈妈一起坐在车里，但突然男孩的身体慢慢消失了。他来到了两周前的家里，惊慌地看着父母给当时的自己讲故事。他转眼回到现实，母亲因为他的尖叫而回头，酿成了车祸。这时男主忽然出现安慰他，自称是未来的他，刚才小男孩是在进行时间旅行。镜头一转，男主穿越回现实，他是一个图书管理员。这天图书馆来了一个女人，就是女主小美。她一脸深情地看着男主，说自己早就认识他，并邀请他吃晚餐。晚上男主及时赴约，原来未来的男主会经常穿越到小美小的时候，陪她聊天谈心，陪伴她长大，所以小美一直爱着男主。之后两人就确定了关系。这天小美的朋友高梅兹在街上遇见了男主，发现男主会穿越的秘密。回来后高梅兹就希望小美不要和男主在一起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男主就会从她身边消失。看着一脸淡定的小美，高梅兹才发现小美已经知道了。这天男主穿越到过去，看到了自己的母亲，和母亲聊了很多，但他不能控制自己能否再次来到这里，更没有办法阻止母亲的车祸，只能不舍得离开了。回到现实后，他找到了父亲，希望用母亲结婚时的戒指向小美求婚，父亲同意了。结婚当天男主又不受控制的穿越了，还好未来的白发男主及时过来拯救了乱局，有惊无险的完成了婚礼。然而婚后生活由于男主时不时的穿越，夫妻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。直到一次穿越，男主足足过了两个星期才回来，小美再也控制不住怒火，两人发生了争吵。为了弥补妻子，男主买了张彩票，两人买了更大的房子。买新房不久后，男主意外发现中枪的自己穿越到了客厅。为了防止更坏的结果出现，他找到了女主提过的自己未来的医生，一位遗传学家。与此同时，女主每次怀孕胎儿都会自动穿越出子宫，从而导致流产。于是男主为了妻子不受伤害，做了结扎手术，但却被未来的自己戴了绿帽，妻子再次怀孕了。幸运的这次在医生的帮助下，孩子健康出生了。之后男主见到了自己未出生的女儿阿尔巴，阿尔巴也会穿越，还能自我控制。男主从女儿口中得知自己会在她五岁的时候去世的消息。家庭的温暖不过短短几年便临近告别。圣诞当天，男主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邀请过来一起过节。小美问他为什么还要邀请这么多人，男主说我不想让你独自面对这一切。就这样男主来到了一片雪地上，两个猎人在捕猎，男主中枪了，故事结束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。最后小编想问一下大家，如果你也有穿越未来的超能力，你最想去哪里呢？期待你的神回复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